在旁边，我就说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，对不对？很危险呢，我就想躲在他后面就可以坐懒。而且他不止撞你，他还把汗洒到你身上。他还愿意往后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天呢，我们刚刚 Kim Cole 老师教我们的是超强燃脂舞。对，燃脂舞。哦，燃脂舞。燃脂舞。把那个燃脂舞跳好了之后，都是美女，就出汗吗？我有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舞蹈。小麻，刘星娜耶，撞的是杜诗梅，耶，哈笑云，哎，球星变球评以后，唯一比较困扰就是会胖。其实不是这，其实胖不是球评的专属。其实我在当球员的时候就蛮胖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当主持人其实你看镜头带到我就带不到你。不会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这样一起来。好，其实做主持人呢很容易，都是一直坐在那里，就很容易中，是，但我也该胖了。今天真难得，完全没有椅子。对耶。太棒，我们喜欢的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也不敢穿高跟鞋。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穿球鞋。真的。哎，我还有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。穿衣服可以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多半的人呢是没有像你们二位潘若迪老师不要这样说这么勤奋的。不是，我们时间多嘛？不是，你这样带小孩，恭喜啊！好，谢谢。你有没有什么是比较适合懒人的运动？其实懒人的运动有很多，懒人都在电视机前面，现在看电视。真的哈、哦，哎，好，懒人运动你就坐在那边都不要动。你说他7749，看你看这个，7749，对不对？7749小时就累了，4小时就累了，对不对？懒人运动其实还是有，那因为很简单，懒人运动其实基本上随便找一个好不好？我们随便当地形地物利用，你刚看那个抱枕怎么样？嗯，对不对？抱枕，那个抱枕，嗯，有没有像懒人的运动？你看他这个真的勾掌好像，跟你很像的。对，哎，请问你哪位？我是刘星爱。啊，刘星爱，哎，小姐，每个人家里是不是都有一些抱枕？有，都有抱枕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怎么样？就比如说懒人的运动，怎么样可以这个让这个抱枕在你的身上发挥到作用？哎呦，这个时候不得了了，你看，最简单、最轻松的方式，你这样扛，你总会吧？这样夹嘛，夹了看起来难过嘛。那这样我们就这样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么轻松。懒人的运动，前弓后箭往下蹲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一个懒人的运动。啊，这就是一个懒人运动，很重点很重要。膝盖前膝盖不要超过您的脚尖，再往下蹲。哎，小姐您站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下去。啊，同样的下去。啊，再起来，换脚再来一次。啊，这够懒了吧？够懒。是不是够懒了？够懒。对不对？这个够懒了哈，很轻松，好啊。但是这个对我们有膝盖会疼的人不是很舒服。膝盖会疼，如果不会很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，那你就把抱枕呢抱着，啊，你直着抱也可以，横着抱也可以，你想怎么抱？你想怎么抱？好，你横着抱，横着抱，横着抱，横着抱。你看啊，脚尖踮起来，脚尖踮起来，脚尖踮起来，同时内外内外。膝盖会疼，真的假的？完全不一样的做法，真的吗？对，完全不一样的做法。哎，那是要站稳嘞，站稳嘞。哎，身体不能往前倾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小燕姐，如果你觉得真的膝盖哦会酸痛，平常有时候会酸痛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做一个轻轻的抬腿，一个抬腿，对，每抬腿的幅度呢，膝盖也超过肚脐，超过，对，超过肚脐。哎，肚脐在哪知道吧？哎，很好很好，对，抬腿，好，我的拍子我要你，1、2、3、4，抬腿四个会不会？会会，然后打开5、6、7、8 ，OK， 好，你的抱枕放肩上也可以，轻松点，6、7、4个，1、2、3、4，打开鬓角，打开鬓角，哎呦厉害了，哇，你看你好像上厕所哎，哎呀，轻松对不对？再来一次，5、6、7，Here we go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勾起拜，勾起拜 ，1、2、3、4，乱七八糟，最后一次 ，1、2、3、4，打开鬓角，打开鬓角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很难了。
男的，男女就往北走一点啊。还要录五集，还要录五集的，这是第一集。你觉得我录得完吗？好，来 Kim 老师有没有毛巾可以帮助的懒人有？有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是把毛巾折成小方块，五个指头打开，夹住你的毛巾两侧。这个是瘦哪里？哦，很重要，提胸、瘦蝴蝶袖、减背肉。哇，然后。靠着，对，然后我们站着的不要，站直就好。然后女生呢，两只手肘之间的宽度不可以大于脸的 size， 所以不用冰冷哦，轻轻夹起来。男生呢，请坐180度。为什么男生不一样？因为男生要胸肌，女生要胸线。哦，对，所以好，挺好了之后呢，很慢的速度跟着我们现在很温柔的这首歌，把手慢慢的往远方。很好，速度要慢。第二次，吐气的时候送出去，非常好。如果可以，请大声的跟着音乐唱出来。吸气回，有了泪水。好，让预备唱。你还多了声音，吸气回来。最多，而且有发泄的感觉，真的吗？老师为什么不可以多？因为多做如果没有做到对的话，就是心酸的。所以我宁可你做对，但是够累的时候，一天五下就很累。而且老师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唱歌，原来我可以唱这么高的。所以我说我可以唱这么高的音，好厉害。那我唱的是男生的 key 吗？没有，刚刚小燕姐你唱到 key， 好棒哦！对，你有唱到 key 吗？他比我更坏啊！每一个人啊，瘦的时候都会想瘦哪里？杜诗梅，你我哎，你们。大家看一下杜诗梅，她有瘦哎，她瘦很多，你看她的腰线已经出来了。你是怎么瘦的？我其实没有瘦，我只是这个衣服她做就有臀部之后，她就有腰了。衣服显得好，是衣服显瘦，蛮大的啊。以后我也要借这种衣服。对，我可是你真的有瘦一点，你有想办法瘦吗？我其实到夏天还是会想努力一下下。你做过什么努力吗？我做过，比如说我妈有拿一些电子用品给我，比如说有那种就是什么低周波的贴，你想送哪里贴哪里，有用吗？运动贴布。然后听说还是潘老师的代言，那是刚好我们这个有这个卖这个产品，有用吗？有用。什么？对，有用。有用 ，OK。好，在我身上是没用的。你用方法不一样。对，其实小蛮，你看他这么瘦，他也有想瘦的地方。对啊，因为这边好难受哦，这一块腰侧肉。你这一块当然难受，我也有腰侧肉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瘦啦，因为没有肉啊，已经没有肉了，你要瘦哪里啊？也有肉啊。我跟你讲，小燕姐，其实你很多女生都比较 care 的就是腿。对啊。腿啊，臀部几乎都是这样，几乎都是这样。哦。会抖。哦。你呢？我想要就是瘦大腿跟手臂。有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不得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简单。简单吗？一个动作五个地方，跟你拼了。就这么简单吗？五个地方，很简单，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啊，这样子，大家这样啊，大腿往后弓，这样都会吧？会。好，同样换脚，你的拍子在后面。好，你看啊，我身体往后挺，我的手臂是不是绷紧了？我的胸部是不是绷紧了？对。好，来抱住你的头，蹲下去，大腿跟臀部是不是绷紧了？
对，好，胸、肚子、屁股、手背加腿，再抱头。好，老师给我一个音乐节奏，你们给我。好，一抱蹲，二再蹲抱蹲抱，再抱蹲下去，身体往后踩。太累了。好，顺便夹一下毛巾好不好？好。对，顺便夹一下。夹一下毛巾就有点像半提弓一样，这样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就是五个地方啊，真的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小姐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哈。嗯哼，有氧运动，15分钟以上。我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观念。这边是20岁的，这边是30岁的，这是高龄。高龄。所以你要替高龄的人想想，所以不能太危险，不能太危险。膝盖要保护。哎呦，哎，简单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办法吗？你每个都有。那个动作做不来是吧？你又给他回来了。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东西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把脚踩着吗？脚踩着，就是把脚踩着，可不可以？哎，好，两只脚都踩着。哟，啊，轻松点了。哎，老太太不能摔跤哦。哎，不会摔跤，然后自己来把手勾一下，把弹性带勾一下。好，你看看啊，夏天到了要穿短袖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不紧吧？还是紧吗？紧，小姐脚可以放松一点，不要踩那么紧。对，好，你看啊，手往后拉。蝴蝶袖，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。好，往前拉的同时，请你跑步。往前拉的同时，请你跑步。然后身体往后拉，双手往后拉。好，手跟你不一样，手拉不一样的。哎，要怎么拉？对对对对，这样转一圈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好，小姐站直，然后手轻松往后拉，70步。哎，有了，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里有一条快要断的了。你两份不会，这个弹力带韧性很够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我练球拉断过很多条弹力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没关系，我们还很多。不要拉断，我打到我。好，来，第二个动作很简单，右脚踩到它，这时候带子比较轻松了嘛。哦。是不是？是。就可以放长一点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一个往上的伸展。哇塞。一个往上的伸展。很好，双手的也可以。哦。很好。哎。很累耶，我觉得我好壮哦，这样的动作。哇！哎，哎，好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，这样就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？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很 care 腿，把你的弹力带对折，把你的弹力带对折，在上面打一个，打一个圈圈。打一个圈圈，会吗？小姐，好，另外一个同学，请你把脚穿进来。两人三角。两人三角，对不对？没有要这个。没有要这个。好。好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最瘦的。两个站起来，两个站起来。好，都是来跟 Kimiko 老师。我们两个身材差不多的。对对对对，站起来。身材差不多。好，站右手边的同学，请你先把你的左脚往你的右边，往你的右边。往你的右边，去哪？你的左脚往你的右边，你的大腿内侧是不是用力了？对，是不是用力了？对。好，请你站回这个方向，站右边同学，请你跟我这样站。OK， 往前踢腿，是不是变紧了？哇，这就是你大腿的股四头肌。你比较站得住哎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大腿的股四头肌。OK， 好，同样的动作，同样的动作，转回他的面，扶着你的另外一个同学，腿往后。这是有大腿的外后侧，也就是你臀部的肌肉。同样动作，然后换边另外一个人再来，试着看到我们的哈同学。哇，潘老师很好 ，hold 得住他哎 ，hold 得住，当然 hold 得住 ，OK 的，很好，你看看，非常好，可以吗，老师？后脚后脚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很好。老师，你没有撑好。好事都是我不好。OK。这么力力拉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就是很简单的动作。哇，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在 Kimiko 老师你讲的，现在呢，大家都流行什么人鱼线呢？对，就是什么线？这是人鱼，然后马甲，还有三儿。什么叫三儿？三儿。对，女生前三儿，男生后三儿就无敌了，夏天。你一定有听过人鱼线跟马甲线，神秘的三儿线到底是什么？下段节目教你怎么练。第一是锁骨，女生有锁
骨感觉就比较纤细。哦，然后第二就是肚子，因为我们现在马甲线还有小跟宽的，我们想要练一个小二，延伸到那个低腰裤这边。然后女生还有刚刚小蛮讲的大腿的内侧，所以并拢的时候也要有一个二字形，从膝盖的上缘到熟悉部下缘。对，膝盖我合得很起来。所以今天的动作啊，就是练完就开了。哎呦，二就二上来了，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啊，我其实都不想动哎，所以也不动。也不动，对，就夹着东西就瘦了。哦，夹着东西，对，夹着就瘦了。夹什么呢？夹瑜伽垫。这个动作啊，它很轻松的点在第一个，我们瑜伽垫就把它卷起来，也不用躺在地上。嗯。然后两只脚打开，但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把你的瑜伽垫夹在你的小腿肚的两侧。开个夹。对，小心。对，轻轻的用两，妍姐，我可以帮你吗？我在后，我在后面轻拍一下小燕姐，她要开好开哦。我的腿没有那么长啊，打不动。有点，所以如果那个不确定，用了小一点的垫子吗？我可以帮你吗？如果说在家里做，请靠在墙壁上做，它就不会滑倒。我说太后啊，您夹这个好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没有缓冲力，所以如果是小燕姐的话，我要请她夹直的。直的哈。对，脚跟它是立着，跟地板垂直，然后脚踝的中间、脚窝跟你的膝盖轻轻的夹住，然后膝盖微弯，对，这样夹着就好了，然后挺胸。对，谢谢。然后大家夹的时候很重要，哎，你是几岁啊？脚要打开哦，然后夹的，哎，后面都好棒哦，夹的时候夹过了，对，谢谢。夹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呢，臀部啊，它不可以翘出来。各位超过某个年龄的就不要学他们，学我。对 ，OK。然后要把两只手帮忙把你的，哎，你的瑜伽垫要膝盖要微弯哦，膝盖微弯，瑜伽垫烂了。这个有注意一个注意，两只脚太丑了吧？等我一下，借我一下，两只脚的脚掌一定要打开45度，你可以换一个吗？对，换一个，谢谢。好吧，夹在小腿肚的内侧，好像一样。还是烂。想对，这样就对，想象两只脚，小腿。对，很容易的，我觉得好蠢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娘哦。明考老师可以不要整我。对呀。然后停在那里一样，就是放一首慢歌，从一数到四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然后夹的时候啊，好，我调一下小蛮，臀部要往内夹，所以要把脚趾头要打开45度。对，所以有一种缩肛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种夹臀部，而且你看他的大腿那一侧已经变成两条肌肉线就出来了，有肌肉线一点，好不好？亲爱的也是，你看大腿那一侧，女生的那个三二线的下二就出来了。太后，你有位有位有位，你可以拿给我多少，我帮你打的。然后，小燕姐在做的时候要请你伸懒腰，伸懒腰，对，一夹就伸懒腰，很好，夹就伸，然后就可以放松了。万峰，对，这是万峰招的，万峰招工的意思，是练功，外单功啊。所以呢，重点是你不可以让你的频率不固定，然后一定要靠着墙，比如说像我这种，对不对？要一个支撑点，然后不可以忽上忽下，不可以忽上忽下。对，然后要记得呼吸。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唱歌？发出声音就是呼吸了。就唱歌就呼吸了。只要你一直讲话，它就是在呼吸，就不用去想吸气跟换气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你好强哦，讲好久。好，可以休息的不可以多。好，都是没。你很累哈，我觉得我已经很残飞机了，太惨了。哎，其实这个还蛮伸展，伸展哈，伸展，把自己夹挺起来，夹挺起来，不错，哎，谢谢老师，哪里哪里，应该应该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小燕姐，我觉得没办法。你知道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抬短一点，这也没办法哈。真的哈，嗯，人鱼线，什么叫人鱼线？它是有一个缘由的，嗯，人鱼线来自于哪里？你知道哪里？达文西。哦，人鱼线在哪？达文西他有一幅画，哎，有一幅非常漂亮的画，对他人站在那个地方，就像他这种完美比例的男人。达文西称他为人鱼线，就是那条线从这边来的。哦，那他应该也蛮瘦的。我们在台湾人在大概都有讲，比如说比基尼线，啊，人鱼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特别的低，
他穿的特别那个腰特别的低，其实可以看到旁边那条线。哦，那个人鱼线其实方法呢，像 Kimiko 刚才讲那个，很 OK。我来，这样有点想睡了。你想睡了？伸个懒腰就伸懒腰啊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先来？你们累吗？不要不敢累，不要已经睡着了。你蛮需要多做一点。可是非常好，因为如果做完运动啊，会想打哈欠，表示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到一个程度，它对你的身体是好的。真的吗？表示小燕姐刚你有做到该坐的位置。每一次做运动，那它酸的话是酸软是好的，酸痛就危险了。哦，什么样的危险？就是第一个酸痛的时候，你可能做超过你的负荷量，所以你要把运动再减少，不可以做到多，做刚刚好就好。做刚刚好，其实很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运动的人一运动下去就是很喜欢又哦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小姐，正常的运动就是看广告时间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漂亮，小姐太厉害了。我因为看电视，对，没错，我们看电视要专心，看电视看久了。因为我自己的经验，我看电视看到晚上，突然觉得哎呦屁股好痛，哎呦酸了，坐太久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一个什么广告操。广告操，哎，我两到三分钟就好，一个广告差不多进广告时间差不多两分钟三分钟了。我们应该有三四分钟哦。他们有这么长？哎呦，那太好，那太好，那四分钟也可以。两分钟好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四分钟做完可以看到时间了，算了。小燕姐，喉音都出来了。要广告操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呢最新。主持人一直在出汗呢。对。主持人啊。我觉得刚那个动作夹。马上就不用换了。对，因为它就是强调后燃，所以表示是你不只做的当下燃烧，做完到隔天早上都在燃烧。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燃烧脂肪，每分钟心跳参加要超过120下，你的脂肪才真正的在燃烧，要不然只是散发出你只是你的热量。所以你要记得，重点就是散发也不错，让自己也 OK， 这是好，因为是新陈代谢一种方法。对。那今天其实教你这样，我们是简单的两个动作，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，我不让你做多20秒。每一个动作20秒，我跟你讲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，因为现在是进广告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记好，抓好，两个动作。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进了广告。对对，真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进广告之后一回来，马上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各位这个现场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试试看，我们最新的燃脂法，最新的燃脂法，2到3分钟，第一个动作。鬓角打开，来，鬓角打开，这样会不会？鬓角，对，这是不是很简单？这样都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第二个动作记好，现在我要你做第二个动作，手往前蹲下去，屁股往后，起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就是这个动作。记得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，可以吗？膝盖不要超过。对，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。好，第三个动作简单，简单。原地你们怎么为什么都说是简单呢？因为这都是在原地你可以直接做的动作，不用到任何的方法。其实真的不简单，这样很难吗？难。不会，你看第三个动作，待会儿我讲你跟着做。你问大家有会做吗？都不会啊。都会，这个都会，原地踏步。原地踏步。但是你的膝盖请超过肚脐。对，你的膝盖请超过肚脐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、哦，记好刚才的第一个动作，鬓角打开，20秒就好。好吧，20秒。可以啊、哦。好 ，Here we go。好 ，Stand by， 先跟着拍子。跟着拍子，好，5、6、7 ，Go， 打开，再一次，6秒、7秒、8秒，10秒，12秒，14秒，再来，20秒放松，20秒放松，准备第二个动作。5秒，4
这个太激烈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刚刚我做的是属于某种年龄的，跟我那样做就 OK 了。他那样做太累了，太累。小燕姐永远不要相信老师说很简单三个字，对对，老师都是骗人的。那很轻松，一样一样意思，一样意思。不是，这样。电视呢？不是，这就是告诉你说，你在电视机前面呢，你坐久了，你起来稍微动一下，那动一下，当你喘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新陈代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就至少你的精神跟体力跟细胞都在动。这样的动作，小燕姐，你平常去上游泳课上一天或者上一个钟头，这个东西你要做三次，就是你一天的游泳课的量，所以非常大，非常好。你看现在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啊，怎么会舒服呢？哎，小二，带你乌龙茶伺候。但是好像精神有好一点，精神没有，舒服一点。那他可以放松一下吗？对，松一下腿线，不然好累哦。好累。对，你看他脸都青了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请讲一下你的感觉。我暂时拒绝作答，要平复一下。你很少运动吗？我其实算常运动，但我很少这么 crazy。跟你说真的，小蛮 OK 嘛，蛮 OK 的，蛮 OK。刘谦 OK 了，还可以。你很久没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很久没这样，但是其实很轻松，舒服。这对我们轻松，不要嘴硬，不要嘴硬。这个动作对我们打篮球来说真的。对，后颈的汗，后颈的汗。这个重点，小燕姐，重点不是在于这个动作还是什么姿势，重点是在于人，你知道？人什么？就是。其实篮球员做这很轻松，只是我现在已经不是篮球员，所以我还蛮累的。我先擦一下。喘了你。先擦。哇，哎，其实我想知道这个是你这个到底是为什么？哦，我这是抱枕。每天抱的这个是干嘛？没错，就是因为我就是出了一个抱枕，希望大家你知道能够无聊寂寞的时候可以拿来抱一下，然后有时候可以拿来运动一下。哦。对，拿来做个运动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可以靠着啊。比如说孕妇的时候可以拿当做那个好运枕。对，你拿的是这个，但是潘若迪老师拿了这东西就厉害了。血滴子。哦哟。这个小姐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他说这个很轻，好像蛮金丝大裤型哦。男生的，好重，好重。男生跟女生不一样。男生跟女生磅数是不一样。血滴子。对，男生跟女生磅数是不一样。有没有一磅？有，一磅的。一磅几乎就跟筷子差不多了，不要一磅，两磅最少是两磅，两磅吗？最少是两磅。好，那通常呢，其实基本上你看，刚才我们有做到很多的地方，它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做法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借由这样子的机器呢，可以达成你手背所有要用的每一个动作，而且燃脂率绝对超过10%，心跳120下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你看我们简单的像往前，像我们像这样抓，教你做一些最简单的手背动作。你往前，对，往前 ，OK， 来，你试试看，由上而下，对，你甚至可以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反转，反转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动作了，酸了，手酸了，这样是酸了，对不对？手酸了，来，你看一下，漂亮，就是这个样，就是这样，好像打醉拳呢，很好，就这样转，越酸，就这样转，转到下礼拜二手也差不多了，下礼拜。哎，你看啊，你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容易受伤嘛。很好，是这样吧？那你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做。角度要小。它其实也有更轻松的方法。制作人找一下接下来的主持人。对。可以随便打太极。我对你有信心。你对我有信心？我当然有信心。你看啊，你刚才这样做是会比较累，因为它是一种上腹的转法。哦。如果说你把它摆平往下，摆平往下，对，手这样抓，就像这样抓。两只手一样的。对，就像这样抓。嗯。好。转。我的蝴蝶袖，哎呦，啊有用吗？这样也行。转的同时，小燕姐，我帮你，这样比较轻松。对，你就轻松了。对，轻松，轻松就好。对，轻松。这样我可能蝴蝶袖还在哦。那如果其实我也可以做，比如说你看，我做一个推起动作出去，然后回来。这是男人的。出去，不是，这是手背。这就是手背哦，好酸哦！小姐，这个东西叫 UFC 格斗专用的训练器。格斗，对，这就是格斗，他们训练格斗。老师，我其实用这个吗？
可以这样，如果说你真的做得到的话，哇，啊，你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，这个东西呢，目前我在台湾拿到唯一的代言权，就是他的现在他的代言人。那这个东西转怎么一个转法，就是让你的手背可以，你看都是没，你看他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估计你可以街头卖艺了。刚刚你叫怎么伸？好，你看我伸出去的时候我有转，好，然后回来，再收回来，再转出去，然后回来。好，那小姐你轻松一点，左右边这样转，这样会不会？累了。哎，这是一个，这也是一个，很好放松。开车。再来。对，换边再来。换边再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酸呢？这个酸，对不对？这个酸。这个你已经有感觉到你的手背在用力。它就是一个专门的手背训练器。手背训练。对，这个叫健臂器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健臂器。这早期是拿白手套啊，对，现在就是用手背。有没有？如果哎，其实这个东西哦，大概在哎，对，我跟你说哦，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器械，它一定有它的乐趣。很重，很重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也可以这样。戏法人的会变各有巧妙不同，一定要把搞成这样的。这个很厉害哎，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都是美女还好吗？我可以先 shower 吗？有点油腻，对，后面一个蛮进去。哎，今天都有运动到，我觉得想买好运动还不够哎。好酸哦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这个真的很酸。我们很难得这样，你每搞一集都是这样运动，我觉得好棒。很棒嘛，就是我觉得在电视机前面的人呢，通常，我想人都是希望自己瘦一点，对，也觉得要运动，对。但是呢，能真的去找到潘若迪老师也不容易，找到 Kimco 老师更难。哎，老师要教的话真的很不容易。是。如果就跟着电视上学一点简单的，没错，在家里能做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个小姐，我要跟你说，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都喘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边喘边瘦小腿肚，然后还可以讲好不好？可是不用做运动的了。真的吗？就瘦小踩着就瘦小腿肚了。踩着就可以瘦小腿肚。对，真的。要跟大家讲一下，都喘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边喘边瘦小腿肚，然后还可以讲好不好？可是不用做运动的了。真的吗？就瘦小踩着就瘦小腿肚了。踩着就可以瘦小腿肚。对，真的。怎么踩？就是拿瑜伽垫，请大家拿瑜伽垫放在地上。不是在踩蟑螂，老师。踩蟑螂是吧？一只脚的脚掌先踩上去，然后脚跟一定要着地哦。然后膝盖微弯，就这样子做。第一，我们要去买毛巾，毛巾可能家里有，要买橡皮带。要买瑜伽垫，还要买那个健臂器。健臂器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好，对，享受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，真的要付出。然后另外一只脚呢，也是微微的踩上来，膝盖都微弯就可以了。膝盖要弯哦。危险啊？不会不会，膝盖要弯，所以弯着踩，然后停在这里，很慢的、慢慢的伸直两脚，到你可以伸直的最远的位置就好了。屁股一样要夹进来，就这样子停着就好了。小腿肚它就会有被拉开，我们的扁桃就会被伸展。那个脚跟不可以离地，然后膝盖再微弯。但是一样都要保持头顶到尾椎，训练头顶到尾椎要一直线，不可以翘屁股，你这样太性感，你会危险。要慢慢的往上伸直，所以速度不要快，然后不用完全伸直，我做一次侧面的，好了。好，你做一次侧面。小芒，你借我一下。好。谢谢。耶。所以现在大家最害怕的是，当你踩上去的时候就直直的踩会跌倒，所以一只脚膝盖弯，另外一只脚膝盖弯，肚子往内缩进来，慢慢的往上。那肚子好容易就缩起来。对，所以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在家里抓住自己的裤头，把它拉成高腰的形状，就会夹进来了。对，像现在这样子，那屁股就夹进来。你确定我肚子要夹进去吗？没感觉。真的，我从侧面看过去，我有看到阿斌老师。太高会卡到位。危险，卡裆难过。膝盖要伸直，然后不用到完全伸直，就这样停住就好了。然后膝盖再微弯，对，
然后注意哦，身体要放松，所以就是休息的姿势就好。然后这个动作也是一天，就是只要想到或者是踩在家里的门槛上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哈，门槛上。你有楼梯嘛？家里有楼梯，你也可以靠在旁边。楼梯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，老太太不一样。门槛 ，OK。对，然后洗澡间门槛就可以。对，然后不可以快，就是慢慢的伸直，慢慢的下，就算只有两下，只要是慢的都有用。哎，今天做的这都是简单的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较厉害的，我来就是了，你来就是了，确定我来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这会儿大家都跟上，大家跟上啊，确定，哎，决定都跟得上是吧？决定都跟得上，好哟，同志们加油，好，决定都跟上，那就把你们今天是付出代价的啊，好，瘦了，回去瘦2公斤，还有。好，那大家都跟上的话，就把你的机器拿起来了，1分半钟就好。1分半钟，对，只要1分半钟就好，好不好？就达到什么效果？1分半钟燃脂350卡路里。真的吗？对，当然你要跟着我们跳起来。对，350。是的。哎，我走路要走20到25分钟，哎。我觉得你走太慢了吧？中午的粮食就消耗掉了。那是赌圣，这样走不一样。7天。好，老师 ，music please。来走，350。现在音乐跟着我一起摆动。Yo。左右边跟着我一起转来换边。左右边摆动。开脚并脚。很好。要在一起。什么？左边开手开脚，换边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左边右边摆动 ，Come on， 左右边摆动，最后一个，手的速度给我变成直线。好的老师就带你叫爹娘了，爹娘。